干卷呢？应该都有干卷。变原装了喎，觉得点啊？有自信啲咯。即係好舒服啊！我感覺根本上唔使我去點樣教。平時中意睇到一啲雜誌啊嗰啲咁樣，所以就會學下點樣擺 pose 啊咁。咁多謝咁多位啦，都鼓勵咗我。我叫 Angel 啦，今年就22歲嘅。咁我而家真係學生啦。咁我平時咧就有做一啲 part time model 嘅工啦。咁我平時其實都中意接觸多啲幕前啊咁樣嘅工作，同埋平時都中意影相咁樣嘅。咁點解今次會嚟參加嗰個 Jogging 咧？見到你哋有呢一個活動喎，咁我自己都有啲戴眼鏡嘅煩惱啦，咁所以就想參加一下。如果見到你 IG 好中意影相，咁你覺得一張靚嘅相最重要係咩咧？最重要就係睇自己個樣靚唔靚咁樣啦，同埋就係可能光線同埋構圖等等咯。即係有機會啦，做完表示之後唔使再戴眼鏡啦。你第一件事想做啲咩咧？想去玩機動遊戲，以前玩機動遊戲的時候就你都不可以戴眼鏡，因為會飛出去嘛。所以我自己最想是玩一些激烈啲嘅遊戲，可能過山車啊咁。我搶呢個孤單北門。孤單北門。有冇聽過？之前邊個唱㗎？林依晨。林依晨，哇！好似啲趕住想唱咁樣咧，但係你精嗰條舞係，我可以嘅。哎，好啊，但係我有好耐都冇跳啦。我唔緊要嘅。唔緊要嘅。多謝你。